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。随着网络的发达，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网上也出现了一大批网红，有些人是因为正能量走红，有些人却是因为不雅的动作而走红网络。比如这两个尼姑，尼姑本来是吃斋念佛六根清净之人，可是这两个尼姑却穿着暴露，在沙滩嬉戏打闹。视频传出来后，很多网友都说他们有辱佛门，不配做佛门中人，应该要把他们逐出去。但也有的网友却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尼姑，很可能是作秀，故意打扮成尼姑模样。事实上，网友们真的猜对了，他们的确不是尼姑，他们只是为了走红不择手段的两个女孩子。他们为了走红，不惜把自己剃成光头，穿着清凉，故意吸引众人的注意。他们确实很吸引人，顶着光头，身穿裸色连衣裙，真的是太戏情了，也惹来了网友们的谩骂，称他们为了走红，简直没下限。只是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在乎，只要人能红就足够了。对于本期视频内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。本期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